心愿，怎奈无命难违。那日花园偶见张婶，是指望得配此人，终身有靠。不料母亲悔婚，这妾不厌。适才长老报道，张婶在市寨愁病交加，想是为了母亲悔婚之事。啊，母亲哪，母亲，事到如今，叫女儿悔意。可怜可怜，哥哥。
夫人，打死你这小贱人！小姐，这封书信就是张生写的，这信里头写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您既是不愿意，好吧，我去告诉老夫人去，我告诉去，我告诉去。你到老夫人面前告哪过？我告张生啊，老夫人要是看了这封书信，她打不死那小奴才。Thank you.
娘子来了，请进。啊，侯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啊？你还提那封书信呢？让我们老夫人知道了，说从今以后谢了谢你，如若不然，打死你这小奴才！哎呀呀呀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胡娘子，你要替我相国之意，才好吧？哎，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。哎呀，这是小姐的事情呐、啊，不要弄脏了吧。书呆子，哎，张先生，你看了信以后怎么直打哈哈呀？哎呀，这是小姐做的一首好诗啊！一首好诗，念给我听听。念与你听。哎，念给我听听。这黛玉西厢下，迎风荷半开，复向花影动，疑是玉人啊！哎呀，果然是好诗，好诗。这儿，瞧那个算劲儿的啊！哎，文绉绉的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小姐骂我多是假的，答应我今晚月下跳墙，在后花园相会呀。什么？我们小姐约你今儿晚上在后花园跳墙，你们俩人相会吗？是啊。说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可真坏呀！你表面上你跟我这么壮壮重重的，可您那骨子眼里头，那他们俩人那是怎么回事情？哎，张先生，我们小姐叫你干嘛来着？叫我跳墙相会。那你就跳去吧。红娘子啊，这是那样高大的墙，我是也能跳得过去呀。啊。墙跳不过去呀、啊！哎呀，这，哎，张先生，狗急跳墙，何况人？不要骂人！吐！哎呀，把我逼起狗来了，岂有此理呀！小姐用我月下跳墙，这月下。太阳啊太阳，你怎么还不下去哟、哦、真的是暗得后一宫舍此一轮、哦、之时已将我儿许配于你表兄郑恒了，不知我儿意下如何？为娘与你讲话怎么不语？敢莫是违背母命么？非是女儿不孝违背母命，只是孝父在身，这亲事暂且不提，看天色已晚，女儿要往花园焚香，愿母亲福寿绵长。此乃一片孝心，日此红娘快也来。来了来了。老夫人小姐，红娘，你家乡
小姐要到花园分享、啊、向俺伺候。是啦。红娘带路花园望，且不牵手写上苍。红娘，哎，看看后花园门关好无忧。是啦，我先去关后花园门，再拿香烛。哎，哎呀，天到这个时候了，他们的约会也该来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他怎么还……是我啊！幸亏是我，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办呢？我也顾不得了，小姐来了无忧啊。小姐来了，陪着老夫人再说话。我带我进去啊。陪着老夫人说话你也敢进去、哎、我顾不得了啊。哎，我们小姐让你干嘛来着？要我跳墙相会呀。那你就去呀。红娘子啊，那样高大的墙我也能跳得过去呀。啊，你跳不过去呀。是啊。哎呀，这哎，张先生，那儿有个狗洞、啊、你打狗洞里钻过去。什么红娘、哎、来了来了。红娘子，来了、哎、来了，这个项目来了。那有一狗洞，您拿狗洞钻过去。你怎么也来跳啊？哎，我伺候您、啊哎、不用你伺候、哎、回去吧，回去吧。红娘、哎、我伺候您、啊、怎么这样慢腾腾的？我不慢呐，我先关后花园门，又去拿香烛，我瞧瞧有没有人来。可有人来么？我有人来呀。红娘，什么墙了？哎，我快去看来，我瞧瞧去。我就知道是你，老夫人是狗。怎么讲话？哎，老夫人，那是一条狗。带我看来。哎，老夫人，您别去呀，那条狗啊，它专咬老太太。真正的顽皮，好好侍奉你家小姐啊。我要回房去了。啊，怎么着，老夫人，您回房睡觉去了？嗯，你走就该走了。老夫人，您走好啊，您别摔跟头，您走好，您走好啊，你。他呀，早就该走了。小姐，啊，红娘，你看，明月当空，星光隐在池内。好似棋子一般，去棋盘过来，你我下棋消遣。是啦。喂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我起不来。你怎么起不来了？摔坏了啊！哎呦，你的机会来了！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听是机会嘛，就起来了吧。张先生，听我跟你说呀、啊，刚才你跳墙的时候，扑通一声，啊、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说你是狗。不要骂。哎，老夫人一害怕呀，就回房睡觉去了，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。哦。我们小姐呢要下棋玩耍，哎，我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，把你给引进去，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号令。Come on.
小姐坐起啊。哎，小姐，你这么东张西望的，莫非有什么心事吗？棋我不下了。你不下棋了干什么玩呢？取相纸过来，我要分相。是了。哎呀，且至天到这般时候，还不见张生到来，若被红娘看破，日何是好？相谈道：“放下。”是，正是心中无限难言事。尽在深深一拜中。一炷香，愿王府灵柩早日归葬。志向愿母亲福寿绵长。这三志向愿小姐洞房花烛配如意的郎君。这场相思是海定的恋。